反射装甲，帅耶！我扑他就装，我扑他就装在我身上哎。对啊，我扑灭是使徒装他，他就发动就装在我身上哎。哇，你这个上家犬城之内。职场他运气很不好，都一直刷怪兽卡。我的哉！哇，时光机！我有个压制哎。
有啊，他被看破了，他被定被看破了。哇，那就这感觉，一个碾压哎！我上面要出一只明翼龙，应该再把它埋起来。一张大龙卷。口袋龙，什么？欸、我真的蛮意外，他金属的话会直接装到我身上。嗯，他要被我威压了，真的很可怜。我这场根本虐菜，哇！天哪，我这场根本虐菜，各种虐他，虐我一下，虐我一下，我一下放两张，看不放一张，我看不放一张。忘记答案了，这样有三，这样有打有十只吗？啊，最后一张是那个，我把毁灭激光弹打弄掉了。但这个好像有点豪华，对不对？陷阱，这样最对哦。七千分，有七千六哎，哇！一挖出一颗，爽！耶！OK， 那现在来看一下牌组。明翼龙的话，这张是商店换得到。海马人也是商店换得到的，但是比较建议是用升级召唤。然后其他的卡其实都打到，哎、欸，也还好哎、欸。对啊，有看破的话就不需要升级召唤，主要是威压啦。对啊，那其实这对好像也没有到很难准。哦，威压要等复刻了。可以。好。对，要看破。开破比较难，好，那影片到这就结束啦。那之后再来出四十的影片好了，因为我遇到太少四十的。OK， 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在右下角有喜欢，那请记得观看一下订阅哦，拜拜。